大家的兔子后面有看到，有些兔子它屁股后面有一个围裙一样的东西，就是其实一般兔子短毛的它不会有，但像它就是有这个像围裙一样的东西，这是品种特征啊，就是不是传统的那种像安哥拉兔到处都是毛，它呢就是有这个围裙的，比较特殊，那么也是比较掉毛的一个麻烦的地方，就是经常会你看这个掉下来毛一撮一撮，然后呢把它剪短一点，因为现在是换毛季了嘛，马上，那么剪短一点，轻松一点。